아주 잠깐 결혼이 필요한 순간 누군가는 상속을 위해 종갓집 청아에 비즈니스를 위해 精致无关性感波浪卷发造型直接电晕大批粉丝戏剧女神朴敏英回归小荧幕饰演婚姻契约师。大家好，台湾观众们，大家好，我是朴敏英。정지호역을맡은고경주강희진역을맡은김지영입니다이드라마는소재가굉장히신선하고독특합니다제가맡은역할은결혼을직업으로삼은완벽한여성최상은역으로요저와결혼해주십시오우리는5년차부부다一下可爱，一下性感，造型虏获男人的心。独特工作让朴敏英身兼两个男人的妻子，真假难辨的爱情吊足影迷胃口。누구자식에무슨이름이그래노차키一来一往，互不相让，展现律师的辩论能力。韩剧针锋相辩，郑丽媛化身不择手段的律师，和怪咖律师李奎炯合作打击恶势力。这是我想要的吗？台北到底哪里好？想试试看啊。是什么？北漂族的辛酸你懂吗？桂纶镁新作品《台北女子图鉴》把学生时代到出社会的困境诠释出来，引发不少北漂族共鸣。九月女神双双出击，推出好剧抓住观众的心。华视新闻林依婷、陈清顺台北报道。观众朋友，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而且记得哦，一定要帮我们分享、按赞，还要开启小铃铛。